你热身要去运动啊？对啊，下个月我即将参加马拉松路跑活动，我最近正在加紧练习了。你还带着护具哎？这是我在邓代王买的护肘，另外我在他们那边还买了护腰、护膝、护踝跟护腕哦。他们在我运动的时候，保护我做的每一个动作，而且可以紧密的贴合身体，支撑关节，可以有效的避免运动伤害。这样的话，我也介绍给阿明去邓代王买一套护具，他常常和同学一起打篮球，也需要护具来保护身体。啊，阿明，有你这个贴心的姐姐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对呀、啊。